你要一间厝哦，就我甲陈浩参详者。就算讲哦，这个小玉真正是你的亲孙啊，你来当阿公之子哦，去牺牲叶婚姻啊，去破坏这个查某的要求啊！我这世人，敢那有私自一个某的尔？想袂到，过了一暝，你就有心吗？我敢来甲你经过，应该无可能有安尼，就为囡仔。你真的够吗？我跟你说一下，我朋友啊，伊足巧，关系嘛足好个。我相信啊，伊以后一定会替你分担一寡代志。我刘佳瑶以公司股东的身份跟恁讲，我认为恁处理这件代志的反应实在是上慢啊。若是等到亲自鉴定做完，我话公司客户拢走了了啊。啊，无你认为？要安怎处理才好？我是讲我穿这件性感睡衣，感觉就性感。不是啊，我就要问佳瑶，这束困纱跟纱，谁穿起来较好看？会记予你带在阮的巴肚底。上界欢喜是你的老爸，会记将你抱在胸前过三更，如今比我搁较美丽，不知是我予你生命，也是为你改变咱的一切。是咱快乐的天甲地，慢慢慢慢大汉的年岁，无忧无愁的时代已经过，依然还会双手帮你背。欢喜喜看你要出嫁，慢慢慢慢有你家己的，悲欢离合总是爱行过。是别人的宝贝，我只有送你幸福作伴家。